好，欢迎您收看我们最新一批的《多伦多网上杂志》，我是阿德。你好，我是珊珊。我们无论您是在北京、上海、香港、台湾、澳门，还是在多伦多，我们都是在每周三哈，每周三晚上10点到12点在这里为您守候一个美丽的夜晚。嗯，而且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任何想跟我们说话什么的，记住拿起你的电话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电话是416-2508-254，或者写信给我们changchou.tv@hotmail.com。嗯，好了，我们不说这么多了，阿德，今天我们先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吧。啊，就是啊，今天我们最先要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超级女代言人选拔赛的精彩片段。对，然后接着呢就是我们今天的 Lice 小姐，而且和我们的那个 Joseph 一起跟我们谈天说地。他们谈的是什么呢？一会儿再告诉你。啊，其实我真的很想知道哎。想知道是什么是吧？那你就拭目以待吧。好的，稍后呢会给您带来 North Scotia 的一些风景，告诉你啊，如果要是在夏天，我们去 Nova Scotia 应该是去什么地方玩？哎，我觉得这应该是你的专业了。那当然，再过一段时间，我们会推出一个新的栏目，就是我刚刚从温哥华回来，然后我们拍了一个很漂亮的景色。对，其实我们都期待很久了，希望你能给我们咔嚓咔嚓，赶快剪好它。哎，对，马上我们等不及了，已经。嗯，好，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两个人的老节目了，是吧？对。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是呢时尚心得，今天会给大家重点介绍一下男装的最新的流行趋势。哇哦，男士不要走开哦。接下来当然就是我们的社区消息，我们今天社区消息有一些很好的，有吃的，有玩的，有做的，有跳的。对，其实我们做这个社区消息的目的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更多的了解发生在多伦多发生在华人社区的周围的一些事情。当然呢，在最后呢，有一个叫导读会，叫做什么呀？逆境中的祝福。对，怎么样祝福呢？我们最后再告诉你。好的，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精彩节目。好。兴趣包括有唱歌、跳舞、打羽毛球、游泳，喜欢交朋友，喜欢挑战自己。那我希望将来ambition 是希望将来能够在I'm a sleep technologist, so I'm in healthcare. And my interest is mainly my music. I like to talk to other people and I like to travel a lot. And I like sporty activity as well, like swimming, badminton, ping pong, whatever you name it. I'm a nurse. 我李尚啊，想做一个明星。你想做一个明星？咁你嘅偶像系边个咧？依家？我偶像系依家系。年轻的时候，快乐那么简单，
人生的舞台，寄望前途灿烂，就似烟雾弥漫，多少缤纷变幻，徐徐去细水之间，随灯光如幻，趁着最闪歌散，而星光背后闭幕也许孤单，就算得失瞬间，双腿都不怠慢，谁能和同梦失散。 Hi, my name is Jane. I'm 16 years old and I was born in China, mainland, 山西太原 and my interests are drawing, watching movies, to hang out with my friends andI really like to dance.我笑每一次光影中独占，都敢走去是最难，不懂怎么去站，只将任界在盼，缘分来又高歌多一晚。平淡，更学会爱简单。
笑，每一次光影中独站，都敢走去是最难。不懂怎么去站，只将任界在盼，缘分来又高歌多一晚。中國人民廣州的人民日報主辦的廣東省二十強房產發展商的峰會，咁佢哋咧高峰會啫喎，嚇佢哋頒獎俾咧係最成功的選出嚟嘅有20個發展商喺廣東省裏邊嘅，咁就有其他仲有啲銀行啲行長啊，中國銀行啊，五大銀行啊嗰啲行長啊，工商銀行。都是一齊參加差不多個人大代表的高峰會咧，就坐得好咩嘅。我本人就被邀請咧，好榮幸。代表就講講關於加拿大的房產嘅市場情況啊，各樣啊，咁俾佢哋了解一下我哋嘅中國以外的房地產究竟係點樣樣咧。咁梗係聽出意遊啊！等佢哋其實好好注重而家關於佢哋叫做呢個地產泡沫。我哋即係佢問我哋加拿大究竟有冇呢個泡沫嘅發生？佢哋而家好驚咧，就中國嘅市場咧，就因為嗰啲房地產咧升得好快，咁咧會唔會咧有呢個地產泡沫？係。咁我本人認為咧，我就俾少少意見佢哋咧。我哋喺北美洲咧，今次嘅旺市已經延續咗差唔多七年啦，我諗最少都七年啦，所謂七年之癢。咁嗰個我諗各位觀眾。地產都有七年之癢，都應該可能會好關注一下，究竟我哋有冇泡沫經濟啊，或者嗰個地產個泡沫會唔會發生咧？係啦，咁我就話俾你聽，我哋因為我哋各樣天時地利人和都非常之配合到，咁我就認為咧，北美洲咧嗰個嘅房地產咧係建立於一個非常之穩重嘅根基，所以咧變咗咧就暫時都我覺得仲未有一個叫做泡沫嘅出現啦。咁基於咩因素呢？我就基於咧，第一我哋利息仲係低啦，咁第二咧就係我哋嗰個人口嘅增長咧係非常之快，包括移民啦，特別係多倫多咧就好多啲其他嘅地方啲小埠嚟大埠揾工啊，因為經濟方面又好啦，咁就業率又高啦，unemployment rate 又低啦，咁變咗咧嗰個人口增長方面咧。亦都配合到我哋嘅薪水嘅增幅，即係大家啲人工加啦，冇錯啦，好多都因為經濟好啊，咁平均嚟講咧，大部分好多大城市啊，譬如 Calgary 啊、Edmonton 啊、Vancouver、Toronto 都好咧，大城市一經濟好咧，好多時候就好多啲人工方面就增長啊，即係變咗呢一方面咧，我哋係成一個正比啊，咁仲有更加就係買房屋置業咧，亦都係一個好好嘅長線投資啦。冇錯，頭先講即係人口增長需求大啦，加上即係利息低，咁變咗就嗰個市場需求成日都喺度啦。係啦，咁個即係就業好穩健咧，咁變咗有陣時啲人驚就係我唔買屋，我就驚我一分鐘咧會裁員啦。即係喺個好短暫嘅未來嚟講咧，我哋都仍然都覺得係呢個經濟方面都可以仲可以支撐住個地產市場。即係穩步上揚。咁更加咧有好多咧，而家我哋叫做 baby boomer 啦，我上一集都講過咧，就係好多啲遺產繼承人。咁變咗就突然間嗰啲叫做我哋笑嗰啲突然間多咗好多錢嘅咧，咁咧就因為佢上一代留下俾佢哋嘅咧，咁佢哋又換下屋啊，咁啦，咁仲有更加上咧，譬如我哋特別係喺市區多倫多大多市裏邊咧，嗰啲地產仲仍然比較好，因為咧而家汽油價格又升咯喎。咁變咗咧，油價升同地產價升有咩關聯？咁啊，原因咧就係因為咧早幾年咧，
買咗喺市區郊區嗰啲買家咧，嗰啲屋又升值咗嘅喎。咁咧，佢話啊，油價咁高啦，汽油都咁鬼貴，不如我就搬翻落嚟，留翻市區，留翻市區啦。咁啊變咗有 activity 啦，即係有即係有買有賣。原本就向北移，係啦，佢賺到錢啦，啊，我賺到錢都可以買，考慮翻買翻嚟多倫多咯喎，咁唔使話嘥汽油咁多啦。咁呢一方面咧嘅客人都有，咁變咗咧就其他方面，譬如好似股市方面亦都未話，即係仲係喺度唔係咁穩定啦，即係唔係話。起得紅紅聲咁去咧，咁變咗好多啲人就穩陣少少咧，起碼叫做不動產啊嘛。咁個個都就揸住不動產。咁我哋呢個市場同中國大陸嘅市場有咩唔同咧？我就同佢哋分析咧。其實我今次去中國廣州之行咧，我發覺咧國內裏邊咧，佢哋好多啲嘢其實係先進過我哋北美洲。即係我其實佢哋話係想學下我哋加拿大北美洲嘅房地產嘅，其實我本身個人咧亦都。獲益良多，咁亦都咧喺佢哋喺佢嗰度咧交流咗好多，即係覺得佢哋嗰邊咧，雖然係點情況都好咧，就其實唔同嘅土壤生出嚟嘅嘢都係唔同嘅，種出嚟嘅都係唔同嘅。所以咧，我哋北美洲嘅房地產其實佢哋嗰邊咧係發展得非常之快，同埋咧佢哋主要嚟講咧係嗰啲地方面咧，佢哋就同我哋北美洲唔同嘅，因為佢哋業權方面咧係同我哋。佢哋業權係租嘅，國內有嘅就唔係我哋呢度 fee simple，fee simple 即係我哋自己國人自己擁有嘅，嚇佢嗰度係同政府租嘅業權。咁其實佢哋點解會咁驚有泡沫咧？因為佢哋我哋講粗俗啲咧，佢哋莊又係佢哋閒又佢哋啦，變咗佢哋嘅銀行方面，佢啲錢又係銀行嘅，借錢俾銀行，佢銀行就驚。有啲咩事發生嘅時候，都係銀行損失噶嘛。收唔到錢。咁銀行咧係國家嘅。哦。我哋呢度咧，北美洲咧，銀行係股民嘅。冇錯。我哋上市公司係銀行係大家嘅嚇。咁嗰邊咧，國內咧，佢哋銀行咧係國家嘅。OK。咁變咗佢哋就驚有時有啲嘢壟斷嘅時候咧，就會變咗嗰個泡沫經濟咧，就嗰個泡沫發生嘅機會就會高好多。哦。咁佢哋其實就好想政府去禁啊！佢問我點樣樣，我哋加拿大會唔會係禁住嗰啲唔好有泡沫嘅？咁我答佢哋咧，我話唔好意思咧，市場經濟，我哋就係市場經濟，同埋我哋加拿大政府咧就係有好多嘅唔同嘅 mechanism， 去譬如抽税啊，譬如講句真，你個物業升咗，你物業税又高咗咯喎，係咪？咁變咗咧，你嘅入息税，如果你真係賺咗錢嘅時候，佢又喺税收方面，政府亦都係，即係佢哋政府就比較discourage， 即係唔鼓勵嗰啲真係去投機嗰啲人去玩個市場。咁變咗係，如果係用家玩嘅市場，永遠都係健康嘅。即係如果係投機嘅人咧，玩嘅市場咧，好多時候就會係有泡沫啦，造成個泡沫。所以其實係我哋真係唔同土壤嘅，中國同我哋北美洲土壤係唔同。咁我哋北美洲亦都比較穩定好多。咁同埋我哋嘅政府亦都好多第一次買屋嘅計劃啊、優惠啊，去咧鼓勵下。去點樣買屋嚇？咁同埋我哋嘅入息亦都係對於我哋嚟講係成為正比啊！好多時候，但係嗰邊咧，國內咧好多時候佢啲人工咧就仍然好低。係。咁變咗借錢方面咧，仍然都係首次置業嗰啲咧，都仲有啲困難，即係嗰個英文叫做 affordability， 就仍然都係差好多。咁我哋喺北美洲就有一個好嘅，就係我哋政府咧，無論係沙發政府咧，我哋都非常之注重 affordability。即係我哋能夠會唔會能夠大家買唔買得起房地產咧？呢個係我哋政府好關注一個唔同嘅方針，同中國國內嘅政府係先。反而我最近同一個嚟自上海嘅移民兵話偈，咁佢就話：其實而家上海市中心嘅地價咧係高到本身上海人係買唔到嘅，搬唔到，冇辦法買得到。佢只能夠係搬出咗即係上海市區即係郊區啦，咁而真正住響。上海市中心嗰啲人咧，已經唔係上海人啦。係啦，冇錯。所以變咗佢哋嗰個土壤唔同嘅，定係咁佢哋嘅玩法都唔同。咁我哋好開心，即係都好託賴咧。就我哋北美洲，我哋比較穩健啲，我哋有完善嘅政策啊，都有我哋都係法治嘅社會，就比較容易啲做。你今次中國行啦，咁大家知道而家中國即係經常市場嚟講，或者企業嚟講，根本係做得資金。
佢哋有冇對譬如北美嘅譬如地產市道啊，或者嗰啲即係地產項目有啲興趣咧？其實咧，我哋都有交流過呢樣嘢。我話你哋會唔會考慮去北美洲投資，做下啲開發嘅工作？但我諗，我覺得咧係最大嘅障礙咧，就因為咧，佢哋要俾$7先買到我哋$1。即係嗰個匯率問題，咁特別我今次翻去咧係差唔多係有史以嚟咧加拿大紙最近期啦，係最高嘅，$1係換到7.1-7.2人民幣，同埋$7嘅。哦。所以變咗咧，個個都話我翻去好，即係可以使錢就好啦。使錢就好啦。咁變咗咧，佢哋係講得啱嘅，即係佢哋就話，不如你哋用下北美洲嘅資金試下過嚟國內揾錢做快啦咁。但我哋解釋俾佢聽。我哋北美洲嘅人咧，就係、是、覺得佢哋嗰方面嗰個嘅 credibility， 即係個信用方面咧，中國大陸咧，即係佢哋我哋仲我尤特別係我哋嘅外國人咧，都仲未對於中國大陸有一個特別嘅信心。信心，因為咧個信心方面好緊要，因為佢揾筆錢去投資嘅話咧，無論你幾快增值，係快好多嘅。我真係覺得國內嘅個市場嗰個增值咧，快好多。你揾快錢。係啦，快好多。即係我成日話，哇！我哋真係加拿大都係行埋一邊啊，邊夠佢哋咁快咧？佢哋真係快好多，但係咧風險高好多。相對地，風險冇錯。風險好高。咁變咗好多時候我哋亦都聽好多古仔就話，你哋投咗資去嗰邊嗰啲錢，又唔知點樣攞翻出嚟嘅。係。咁變咗咧，就風險方面咧，我諗我哋嗰、那個透明度啊，都係一定要改進係。咁係一個我諗係一個國家嘅機制方面係有少少嘅區別。咁變咗我哋仲未有咁嘅。即係點講啊？即係我諗，即係中國如果想吸引外資嘅話，都可能喺中國，譬如講機制啊、法制啊、透明度啊，都有啲不斷改善咧。咁國際市場先會容易開放。即係變咗係一個少少困難咯。咁佢哋過嚟呢邊投資嘅話咧，就係佢哋嘅困難就因為個匯率問題。咁變咗，但係佢哋又希望咧多啲我哋呢方面嘅培訓俾佢哋。哦。但係其實中國國內已經好多好多，我發覺佢哋好多啲。都已經好上軌道嘅，培訓方面啊，各樣啊，同埋佢哋一個地產項目，譬如嗰、那個推廣個 marketing 方面咧，我去參加一個咧係專係豪宅嘅，咁嘅一個嘅差唔多開賣嘅展銷啦。咁佢嗰啲服務非常之好，亦都咧招待曬好多人，自助餐啊，跟住咧又有冚唪唥中西合璧嘅表演啊。因為咧而家廣州咧有好多啲豪宅咧，都好多嗰啲叫做企業嗰啲裏邊嗰啲工作俾人買啊，譬如韓國啦，有日本人啦，我即係我覺得好多有韓國嘅客，亦都好日本人嘅客，咁亦都有外國嘅客，都好多咯。咁變咗佢哋多方面嘅資金啊，都仲即係開始而家係起步啦。同埋我覺得中國咧，而家第二手嘅市場咧，亦都開始起步。因為佢一向都係一手市場。咁但係係啦。唔係 first time， 係發展商嘅發展商、okay. 即係重售，即係我哋呢度好似話 multiple listing 嘅重售市場方面咧，佢哋啱啱先至開始。哦、即係而且咧，以我所知咧，聽講咧，佢嗰啲價咧係保持得唔係好好，即係多數都係二手嗰啲咧，都係跌曬價先至賣出去。哦、就變咗頭嗰啖咧，就即係啲人就賺曬啦。咁變咗咧，嗰個市場其實有少少咧係唔係好平衡。穩定唔到嗰個二手市場價格。係啦。但係都而家佢哋開始去睇下點樣樣做搞二手市場方面嘅嘢，因為佢個地咧係地權係租㗎嘛，所以都二手之後佢過咗幾多年嘅時候，佢哋可能亦都嗰個跌啲算嘅咩？冇錯啦，個價值方面都冇咁高，佢哋再同政府就再租再俾都算嘅，再俾錢係啦。咁變咗，其實泡沫方面咧，我覺得我哋嘅多倫多大多市嚟講，或北美洲泡沫嚟講咧，係比較係調整緊，但係咧，我覺得。唔知道話要去爆破，噗一聲咁咯，因為我哋因為今次係慢慢咁樣上，就唔係。雖然話過去七年都係上，但係都係即係一路咁。一路咁上，同埋咧就嗰啲投機嘅人唔係太多，即係有時投機者太多咧，亦都係會係。即係頭先都講過就話，譬如話人口增多咗啦，即係佢哋本身嘅賺錢能力高咗啦，咁即係對於承托嗰個物業市場有咁嘅能力，就唔係話相對地，譬如好似香港以前咁就係。你嗰個買樓啊、供樓嗰個 percentage 咧，高到你係根本係頂唔順嘅，係咪？個即係俾得太高嘅話，當你樓價一唔上嘅話，你就 collapse。反而我覺得咧，就嗰個泡沫咧，係地產經紀嘅泡沫，可能會爆都未定。嗯
你意思就話，因為而家市場需求大，所以佢哋係咪即係好多人會想入行咧？嗱，好多人咧以為房地產咁蓬勃咧，梗係都要即係上下呢啲都即係增多篤少啦嚇。所以我就上下呢啲好嘅味道咧，就而家肯呢個嘅差唔多去到50,000個供應嘅，喺安省，安省有50,000啲嘅。因為我係地產牌照局監管局嘅董事，咁我上個禮拜開會咧，係49,000幾嘅，差唔多到50,000個肯安大略省，喺安省裏邊已經有50,000嘅供應註冊咗嘅。咁喺多倫多地產商會咧，入會嗰啲咧就只係而家大約係25,000咁上下。咁其他咧，即係都係大部分啦，即係差唔多一半嘅啫。差唔多係多倫大多市咧，係差唔多佔安省嘅地產經紀一半。咁變咗咧就個個都以為揾食啊好啊，咁啊地產市道好啦，咁梗係揾食好啦。咁所以咧就個個都諗住考慮咧就入行啦。咁仲有咧最近嘅新法案咧，就係咧你尤其你新移民嚟到咧，唔使等一年你就可以考地產牌。哦。咁變咗咧就好多。唔使過冷河啦。你唔需要就住一年啦。咁變咗咧就好多都諗住話你都揾緊工啦，咁不如考翻個地產牌啦。咁反正我覺得咧。係呢個地產經紀從業員嘅泡沫，可能會係因呢個市場會有少少調整，因為入行可能會多，但係咧我哋一向咧，我哋叫做嗰個80-20% rule， 佢意思即係話咧，20%嘅經紀咧，係做80%嘅生意嘅，咁而家咧，我覺得咧個行業嚟講咧。已經係趨向一個咧係 10% and 9% rule， 哦，即係話咧應該而家其實咧就係10%嘅經紀做咗90%嘅做咗90%，咁另外90%嘅人做10%生意，係啦，咁變咗咧即係嗰個嘅地產，所以我就話個地產從業員個，即係佢可能入咗行，但係都未必競爭力夠強，係，咁因為好多時候。雖然話而家係經驗，不過有一度好咧，就係咧而家地產行業嗰個平均年齡咧，一向咧都係50歲以上。平均呢個地產經紀嘅年齡係50歲，即係都開始幾老化㗎啦。咁但係最近咧多啲有啲新啲後生啲年輕嘅啲人咧嚟到入行咧，咁咧就拉翻民巡咧，就平均年齡就低翻啲。咁其實最近有啲咩嘢其他嘅地產從業員入行咧，有好多係我哋叫做係 second generation。哦，即係話父母都係經紀地產做地產嘅啦。譬如我仔咁講咧，我仔其實18歲，佢都可以考翻地產牌。咁咧其實咧就可以叫點咧，同我 split income。第二代 OK。第二代嘅地產從業員，依家個個趨勢好多。哦。因為咧就繼承父母業啊，咁變咗就第一啦，可能或者佢有興趣啦。第二方面咧就嗰啲父母話，不如你考翻個牌啦。將我個 income 同你 split 一啲啦，咁變咗亦都係一個叫做我哋唔係話叫做逃税啦，我哋叫做係一個非常好有好嘅 creative tax。咁即係都講 finance。上一代已經喺地產行業做咗咁多年，積累咗一定嘅經驗同埋 connection， 咁變咗佢亦都可以即係提佢嘅冇錯啦，佢嘅後輩去加入呢行業。係啦，咁即係所以用美國你乜嘅關係都冇咧，而係去入行咧就變咗就因為其實入行咧入地產呢個行咧，其實唔係一份貼嘅工。變咗咧，你入行嘅時候咧，好多時候你係要你係要儲咗某一類嘅錢，又坐喺度食你谷種啊，要儲咗啲谷種喺度，咁然之後能夠養你半年6個月都唔發市，發完市之後咧，仲要等2個月之後3個月先交吉都未頂嘅，即係所以入地產呢一行咧係唔容易，即係因為點解咧？好多時候好多啲人都想份一份工，即係唔係一個固定嘅工。即係我哋地產呢行係自雇，就唔係一定固定嘅工，所以變咗咧入行嘅時候咧，一定你要有啲谷種比較吸納嚇。咁你就算你考讀你都要幾千銀啦，連埋牌費各樣都要幾千銀，你都要儲翻一筆錢。咁變咗有啲就比較穩定啲，希望穩定啲嘅咧就唔係咁。上一份工咧就比啱啦，即係就唔係一入到去就有糧出。有好似翻咗9-5就有人工啦。有時我哋分分鐘做到9-12都冇人出㗎，變咗就我哋係一個唔同嘅行業咯。咁但係我哋有一度好就係我哋能夠係一個彈性處理嘅行業，即係變咗我哋好多時候比較有啲
即係唔需要話朝九晚五咁樣樣。咁其實我哋呢個行業咧，有好多嘅 skill 啦，好多嗰啲技巧我哋都係要嘅。即係譬如你要一個好嘅問題解決專家啦，哦、你係要一個談判專家啦，okay. 亦都係要有一個有電腦技巧，尤其特別而家添啦，上網啊各樣啦，睇技能啊。咁咧仲要咧，你係一個有人際技巧嘅專家啦。咁、okay. 你要亦都係一個多人際網絡嘅。咁變咗你就咁，其實呢講曬呢種咁多專家，其實一個 CEO 嚟㗎嘛。其實對地產行業都係一個比較好全面性咯，可以講全面性嘅技巧要求好高，其實好多大家都唔知道。相對地個 return 都高係咪咧？相對嚟講係我哋要好全面性咯，即係你話個 reward 點咧？咁 reward 方面你即係要求咁高啦，咁嚇即係啲人要好 quality 要勤力咯，一定要勤力，我哋一定要勤力，因為好多時候我哋尤其而家汽油咁貴啦，我哋帶人睇屋分分鐘佢都未買㗎，係咪？咁變咗我哋一定要做勤力，亦都係要good service， 仲要人際好啦，即係啲人要自己有個誠信啦，咁有誠信人哋信你啊，同埋你即係其實我哋嘅產品咧就賣我哋自己先，首先係，即係你賣到你自己，買間屋之前賣咗自己先，能夠你個產品就自己，如果人能夠信你，能夠因為買間屋唔係買棵菜啦，係，咁啊變咗就即係 major investment， 咁變咗係長線投資啦，咁變咗咧就經紀就好多，做我哋呢行都好多，但係咧就最重要就是配不配合到你的客户的需要，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客户最重要就是你找好的经纪，最重要就是找个 reference， 就是说问一问有相熟朋友介绍，因为起码他有对这位经纪有经验。无论他是 full time、part time、兼职、全职。所以你刚才说因为这么多新人入行，会不会就是说你作为一个买家或者卖家来说，他是不是应该找一个老經驗啲嘅即係地產從業員好過一個即係新仔咧咁？好難咁答你嘅 ，Joseph， 因為咧新嘅未必唔好，就睇你自己即係我哋有句俗語話一樣米啊食麥包啊，睇你自己配唔配合到，你最緊要 interview 即係同嗰位地產從業員傾過，你覺得你第六嘅靈感啊，覺得佢係對於你係有時新仔或者佢對於你嗰間屋要賣，或者上曬 internet， 或者要上曬網，好多啲嘢，或者舊啲有專業經驗嗰啲，未有咁冇啲新嗰啲咁好咧，即係要睇下係要好平衡多方面嘅全面性咯。同你個人經驗嚟講，譬如話呢個新移民佢嚟到加拿大，咁啊安居樂業，第二件事可能想買屋，好啦，咁買屋嘅話，咁第二件事揾地產經紀啦。咁你個人經驗嚟講，應該有冇啲即係譬如話 A、B、C 咁，即係有啲咩 criteria 幫助佢選擇一個好嘅地產經紀 ？A 咧最緊要係朋友介紹。哦 ，referral。因為咧，起碼個朋友同佢知道佢咩事。B 咧，最重要佢係熟嗰區，你揾嗰區。因為咧，好多時候嗰區，譬如嗰大麻屋啊，咁，哇咁你都唔知喎，或者即係譬如我呢個經紀做開啊，做士嘉寶嘅，你去美食沙格買間屋，佢哋都知嘅。哦。咁啊 ，B 就我覺得係個區份、個區域都好緊要。即係你要熟悉個經紀，熟悉個區。譬如呢一度而家要發展，可能發展可以起間殯儀館喎，你知我中國人最大嘅殯儀館。係嘛？咁變咗佢唔知道嗰度會起間殯儀館嘅時候咧，就變咗難，即係個介紹錯咗啦。係啦，咁有陣時佢你唔即係佢都未必知道你嘅需要啦，係咪啊？咁其實即係最緊要就係你自己先咧，就睇下佢嗰個嘅一向嘅記錄啊，做咗幾多生意啊，即係同啲客户最緊要就係客户俾佢嗰啲推薦啊。哦 ，coming OK。係啦，咁最好咧就譬如。唔識嘅介紹最好嘅，因為朋友可能分分有私人嘅通訊都未頂㗎。譬如你叫佢俾佢個客户嗰啲資料佢，你介唔介意我打電話問下你客户對於你嘅服務點樣啊？你嘅知識方面高唔高啊？咁 D 咧就要一個咧比較能夠多啲鹹頭，即係佢意思話佢能夠向上去學習，即係去即係唔係淨係怪揾錢嘅，多啲。有啲叫做自我增值嘅，譬如佢考到啲咩啊，又乜嘢 certify 乜嘢啊，咁即係起碼佢自己自我增值，能夠配合到與時並進，與時並進咁嘅咁樣樣咯，係好過人嘅。即係左手交右手擺家碌就算啦咁。其實都係好過人嘅，選擇地產從業員都係好過人嘅。咁即係最緊要就係口碑啦，我覺得，口碑非常之重要。OK， 咁大家聽住啦，就係話先被介紹嘅地產買賣嘅 A、B、C、D 咧，梗係要留意啦。好，今日時間差唔多，咁啊多謝先生你。好，咁下禮拜我哋再講其他即係第三項。今日多謝收睇談天說地，我係劉翠安 ，thank you。On Canada's Atlantic coast,
There is a place by the sea that will find a place in your heart. A touring paradise of postcard views and perfect adventures. This is the home of the great outdoors and a history as colorful as the people who welcome you to Nova Scotia, Canada's seacoast. North America's premier seacoast destination is located in eastern Canada, just next door to the northeastern United States. Start your seacoast adventure on any one of Nova Scotia's seven unique and scenic travelway regions. More than just road routes, these travelways are a direct line into the heart and soul of this spectacular province. Discover the Cabot Trail, a world-renowned mountain highway where eagles soar and whales play offshore. Tour exquisite coves and coastal villages on the Lighthouse Route. This trail winds through a UNESCO World Heritage Site, the picturesque town of Lunenburg. In Nova Scotia, the sea is your constant companion. Its effect can be spellbinding. Explore the Bay of Fundy, home of the world's highest tides. Go on a whale watching tour, or take a quiet walk on the beach. But for sheer exhilaration, ride the waves when the world's largest tidal bore rushes up the Shubenacadie River. What a feeling. Anywhere you go in Nova Scotia, you'll find something to suit your pace. Discover 300 million year old fossils at Joggins, or hike a deep forest trail to a cascading waterfall. You can take the well-worn path or blaze a trail of your own. Nova Scotia is a natural haven for hiking and biking, camping and canoeing. Looking to relax surrounded by luxury? Check into a resort or a cozy country inn. And don't forget to bring your clubs. There are 54 golf courses to choose from, including the majestic Highlands Links, ranked number one in Canada. Whether you're riding the waves or just resting easy, everything about Canada's seacoast is unique, accessible, and breathtaking. Each moment of discovery will leave you searching for words and saving memories. We've even seen some whales here today. It's one surprise after the other, one wonderful surprise after the other. With each bend in the road, there's something else. Nova Scotia is a community of cultures. Our famous Celtic celebrations are just some of the 800 festivals and events going on across the province, and you're invited to every one. Music is just one way to delight in our history and heritage. Immerse yourself in tales and traditions that are lovingly preserved in all our museums and historic sites. These are exciting hands-on places where you can indulge your curiosity and experience history in a very personal way. Nova Scotia offers the best living history in Canada. Step back in time at the 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s of Port Royal and Sherbrooke Village. Visit the land of Evangeline at the Grand Pré National Historic Site, or stand guard with the 78th Highlanders at the majestic Halifax Citadel. For sheer size and historic drama, few sites in the world rival Fortress Louisbourg, the largest historic reconstruction in North America. Spend a day in the summer of 1744, complete with the sounds, clothing styles, and cuisine of that era. I'm just amazed at the size and the job they've done. I think it's fantastic, and both of us will be sending postcards right now. And I tell them what the weather is and say, eat your heart out. Because it's 90 some odd in Florida, and the it's weather's beautiful here. The heart of Nova Scotia beats in historic Halifax. This 250-year-old port city is the capital of Nova Scotia. Start on the waterfront and the historic warehouse district. Stroll uptown through an authentic Victorian garden. There's something for everyone, be it quiet and romantic or a little more energetic. And don't forget to try your luck at the biggest casino east of Montreal.
Nova Scotia is located on the east coast of Canada and is easily reached by air from all major North American cities. Major highways from the U.S. and Canada also lead into the province. And if you're coming from the eastern U.S., ferry service is available. You couldn't ask for more. They go over and beyond. Nova Scotians have hearts of gold. Smiling faces and warm welcomes await you across the province. Making visitors feel at home is in our blood. Since the time of the brigantine and the clipper ships, travelers have been experiencing Nova Scotia's warmth and hospitality. Give us a call and find out for yourself just how easy it is to experience Nova Scotia, Canada's seacoast.是的，我们又见面了，让我们一起随着轻快的节拍，紧随时尚的潮流，体会多彩的生活，绽放灿烂的青春。其实呢，今天那个我们今天的话题呢，还跟这个青春有关的。真的啊，嗯，你看我们两个今天又是一个鲜明对比，终于我们两个不用穿了一样颜色了。对，我觉得心有灵犀啊。其实这个黑白配呢，一直是很经典的颜色。就是。在香奈儿今年春夏的时装发布上就是经典的黑白，嗯，而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Versace的春夏男装发布上，嗯，既开场的也是黑白秋装，是不是啊？那好，我现在是先看一段呢，还是你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哎，我要先介绍一下，就是说我们一般的这种概念上，传统上的这种意大利的高级成衣啊，在人的心目中呢，一般都是那种很简约含蓄啊，然后而且是黑色和灰色这种比较经典的，而且它要求像男装啊，一般都是那种做工啊比较精细，而且这种质地比较精良的。对，我就是说呢，我觉得哈，一般女装呢就是一定要多，其实我说多然后便宜，男装就要少然后精，对不对？对，但是其实呢是一方面是这种观念，但是范思哲的设计的时装呢，嗯，就打破了以前这种大家在头脑中这种固有的概念。Okay. 它带给大家的是那种色彩斑斓的，然后很大胆奔放的设计。哦，那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其实我觉得你可以感觉到，它一般的是那种很激昂的那种，而且是很性感的、很吸引人的那种。就是你一穿上范思哲的衣服，你不管你站在哪儿，都有很多人看你的那种。其实说起来呢，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很多剪裁都是从前边设计的，这个我们在稍后呢会给看到它的一些设计的风格，而且它在很多服装上它的设计都是那种斜线的剪裁，就是斜的那种条纹的样子。对，而且包括它这个设计的衣服啊，像我这件衣服，它就像这种皮的这种特别材料设置的，而且像它的扣子啊，嗯，就是这种很别致，这种方的，不是那种圆的。嗯，你穿的这一件也是。对，这是范思哲，对，这是范思哲在前几年设计的作品，不是最新的作品。哦，你知道为什么？我前两天还看了一个这种时尚的那个节目，他就说呢，专门呢，他们就请来了一些，就是所有的名人都要穿60年代的衣服。嗯。其实就是说那个意思，可能就是说这个来回的流行，对不对？所以你这个衣服就流行起来了。对，时尚是经典的东西，也是经典的。不管是你在什么时候用，你永远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场合。对，就像我们在颜色的选择上啊，像黑白运用啊，各方面的，我觉得都很不错。嗯，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2006春夏的男装发布。哇哦！那我现在看到的这一个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个呢，实际上是在那个出场的时候，这个我觉得主要想介绍的是，就是
范思哲他的妹妹实际上是在范思哲被暗杀了以后接管了整个一个范思哲的一个王朝。嗯，然后他在今年给大家带来的这种设计呢，是希望这个男生呢是在夏天休闲的时候能够穿上这种印有热带风情植物的这种衬衣。嗯，然后而且在工作的时候呢要穿这种套装，但是这种套装呢一定要是在这个领子上要有一种精彩袖边的，而且带宝石的这种，看起来不错啊。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天呢，然后这个装束都是很别致的。对，然后我觉得一段时间以前这个是女的露一下这个 V 领哈很大，现在男的也健美了以后也露出这个乳沟是吧？太过分了，你等会儿要挨刀了，我估计是。大家我觉得有一点呢，我们在这里面呢先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男装的这个衬衫或者是他这种印象了，但是我觉得你就从这种极限的简单和这种不对称的设计里面，从左边这个女生穿的这条套裙里面就可以看到，嗯，就缤纷散漫是吧？对，嗯，很缤纷，而且这种斜线的简单还有这种不对称的结构设计呢很别致。而且有一件事情哈，我今天看这个男生穿的这个鞋跟你的这个鞋很像啊，我们一会儿虽然是你现在不能把脚拿上，这个太不雅观了这个但是就是说你还是很符合他的这个感觉的哈。对，因为是夏天嘛比较清凉啊，但是我觉得上当了今天，因为多伦多啊是吧早晚温差特别大。嗯，早应该是午间和早晚的温差比较大，对，有点像中国的新疆，但是我没有想到会这么冷，刚才冻得我直打哆嗦。都是这个把赛事呀，对，都是把赛事搞得火哈。大家可以看到像我们这一组照片呢就跟上一组的那个女生穿的那件套裙呢有一点相似，就是都是这种很强烈的这种热带的风情。对啊，其实我跟你说我就是在出去我们去古巴的时候哈，我也买过这种像夏威夷风情的这种感觉。是吗？其实我去年已经想到流行了。是吗？哎呀真可惜你又没有做这个时装设计师。就是浪费人才哈。嗯，对，而且像这种怡然自得的这种风情啊，我是觉得真的挺爽的。对，就是男孩子不一定就是黑色白色很单调，有时候穿那种夏威夷的衣服觉得比较更性感一点。对，就是给人感觉很阳光青春灿烂的感觉。对对啊，对啊，其实今年春夏的米兰时装的话就是在这种青春啊阳光啊然后热情洋溢的这种感觉，就是然后多露一点东西是吧。其实呢这是一个范思哲的一个主要的特点，倒不是说其他的趋势，因为范思哲整个设计的时装它都是比较性感的。嗯，像除了刚才的这种洛可可是那种丝绸衬衫啊，嗯，其实这个洛可可是这种丝绸衬衫，就是根据因为我前两天在看一本书叫世界时装史，嗯，然后他专门介绍了这种风格，就是很繁复华丽，然后很灿烂的这种感觉。嗯，然后虽然这种衣服和这种很花的衬衫不适合去上班啊或者是去开会啊，但是如果你去晚上去参加 party 啊，对，然后你去度假呀，对，然后你要特别想招人的那种哈，帅哥想特别招人那种，对，让人忽闪忽闪的直打你的时候，你就要穿上范思哲的衬衫了，而且要再去那个现在特别时兴的就把人晒得很黑，嗯，就是你现在这种的肤色在这儿很流行。对，确实是在这边很流行，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啊都喜欢把晒黑了，对，把亮亮的，而且对，嗯，而且像这种像在国内流行的那种很白色的肤色很白皙那种感觉在这边不是很受欢迎。没错没错，我也是觉得这样，都特别喜欢晒得黑黑的，全身晒得黑黑的，嗯，然后还有很多人专门去那种 SPA 里面，对，把它晒再弄黑了，对 ，tan SPA， 对对对对，有机会你可以到多伦多来去感受一下。对啊，而且我记得我去年是去古巴的时候哈，我特意回来的时候要这个露一下我的脸，这个脸呀，黑的时候就不要打粉底，然后跟人说啊，你看我刚从古巴回来。就是，如果你要是回国的话，对 啊，我估计大家就说你是不是刚从非洲回来？对，对啊，就不喜欢了。挺少见，我们再看一下这一组。这一组呢，实际上，Versace 这种性感男模，你刚才说的还真的很
对，因为它这种裸露健美的这种骨骼古铜色这种肌肤啊，嗯，啊展示的这种大红大绿的这种衣服特别适合，而且像这种纯白的套装啊也比较配，所以整个的感觉呢是让你很眼花缭乱的。我估计，对，我估计所有男生穿上瓦萨奇的时候，女生都是比较喜欢看的哈。对啊，因为呢，再怎么着这个钱在上面呢。对，确实这个衣服的剪裁、特色各方面都感觉很好。嗯，我很喜欢旁边的这一个蓝色，然后配白色翻的这个西服。对，其实它是类似那种半正式的那种礼服。嗯。而且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阳光、青春、潇洒的这种主题啊，马上就出来了。对，是2006年。时装周的一个大的主题，不管是你想表现这种中性啊，然后帅气呀、啊，然后那种优雅也好，还是你想做一些花哨的这种动作啊，或者怎么样的，它整体的感觉，给人的感觉是很那种很流行的，然后很性感的，嗯，它一直是Versace的一个主题，很好看。其实我跟你说哈，我现在看了这个男性这一对鞋。其实在我小时候的时候，12岁左右的时候哈，然后那个我也有过这样一双鞋。是吗？对啊，怎么现在流行到男士上面了？哦，就是有尖尖的是吗？嗯。啊，这个尖尖的尖鞋其实最早的时候是在法国，它那个以前的鞋那个鞋尖啊，鞋尖特别长。对。鞋尖很长，不是说像现在这种尖鞋，它以前那个鞋尖长得很夸张的。是吧？对。但是我觉得最近女士的也很流行啊。对，实际上现在就是为什么这个男性和女性这个中间合并了，中间模糊。你听说有一位作家写的叫第三性啊？是吧？我也觉得咱们现在男的女的都合一起了，不男不女的都特别多。哎，其实怎么说呢，就是也是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嗯，因为在不同的场合下，他那个感觉不大一样。因为就像你穿这个瓦萨奇的衣服，如果在办公室很招摇的话，就有点太夸张了。但是如果你去 party 啊，然后去度假呀，啊，或者怎么样，那就很色彩很合适的。对对。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组，这一组就是，其实呢，就是吸引很多明星啊，然后好莱坞的很多人去现场看瓦萨奇的秀啊。嗯。其实就很重要，就是他很多单品都做得很好，然后有很多人就是实际上就是去看演出，然后去淘一些新的东西。确实是很性感啊，尤其是给这些明星的穿在身上哈。对，其实我们在上一期的时候，我们介绍瓦萨奇女装的时候就已经说到过，范思哲在设计时装的时候主要是给明星和皇室做的。对啊，因为你每天在换不同的衣服，然后都是很绚烂多彩的那种，但是不是说像给我们这些人，对，平常也不可以穿的，但是是可以的。所以你就说他会赚钱就是在这儿，对，一定要走高的这个设计，对，高端路线，对，他整个一个设计的感觉都特别好。嗯，像我们这些人都是20-30还得讲讲价的那种。不是啊，不管是价钱多少，因为大家还是比较喜欢那个品味的感觉了。嗯，只能欣赏，如果买一下就挺，哇，真是很一刀啊。所以还要自己设计了，是吧？就是，嗯，开风气之先了。像这种，刚才大家看到像这种，它配这种衬衫呐，像那种渔网纹的衬衫呐，还有这种笔挺利落的这种剪裁的西装外套啊，还有像左边这种衬衫的单品啊，它在细节上处理上都让人感觉很灿烂。对，白色里面透出了花色的感觉。而且实际上这个是白色也是今年春夏的流行色。对，就像我一样。对，给我们珊珊一个特写。白色是吧？对。嗯，好，你再看这下，这一组呢，像它就是其实这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谈论的话题哦。嗯。瓦萨奇呢，它的衣服呢为什么总是这样的性感呢？其实这个设计师呢也给了我们一个他那个这个一句格言呢，或者说他整个一个设计时装的一个精髓。我觉得其实这个精髓是很多人一直在遵循的，嗯，不管是在中国的设计还是在国外的设计，大家更多像这个靠
其实就是啊、you know, it's always about sex. 其实是看我妈得不想拿这个说出中文来，赶快用英文把它我。我觉得其实是一样的。嗯。就是它是那种怎么讲，那种诱惑或那种更多很难用言语去表达的感觉。你知道，从另外更深层一方面哈，我是觉得我们女人的地位提高了。现在不止你们男人欣赏女人，我们女人呢也要欣赏男人了。哦、你看，你们为了我们，还要赶快把这衣服啊弄开一点啊，多晒一晒啊，多做一做胸肌啊，这都是为我们而设计的。对啊，但是实际上呢，现在就是男色也很流行嘛，是吧？现在出了好几本杂志，嗯，像男士的杂志以前叫《时尚男人》，然后现在有很多网上杂志叫《时尚》。啊，时尚叫男色，男色是吧？对，所以我就是说，其实也是可以色彩斑斓的哈。嗯，这个社会地位提高了，女生的社会地位提高了，你们男的也要稍微露一点。对，然后大家欣赏的感觉也不大一样了。我觉得还是，相互的，因为美啊，不管是什么样的，大家都会能感受到。对对对，就像你刚刚用的一句英文说的啊。对。对，这不只是信，嗯，浪莎丝袜，又说到浪莎丝袜了，就开玩笑了，因为我们在国内的时候，有浪莎丝袜的广告词呢，就是不只是信，其实呢，服装呢也是一样，更多的时候呢，服装是一种自我的表达，不管是你穿什么衣服，你设计什么样的时装，但是很多时候都是在表达你的心情，有了这么好的衣服呢，你就可以吸引很多人的眼球了，你就是明星。是吧，深深？就是。咦，我们这个是不是刚刚见过的？对，刚才已经见过一组了，但是不管是怎么样，嗯，都是得露。哎，是一方面了，不是说露要露的恰到好处。嗯。但是呢，其实跟你设计师的整个的整体表达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极尽奢华的这种感觉呢，是整个范思哲的家族的一个典型的风范，不管是他的哥哥还是他妹妹现在在这边做，整个的感觉，他这个血液里面就是这种奢华的这种感觉，然后而且他这个设计啊特别大胆，然后他挑的这种镂空设计，像他左边的这个服装的剪裁露着V领的，嗯，还有包括像他这个整个设计的衣服立领的，还有这种剪裁斜肩的剪裁，都是一直在陷入他这个对时尚的一种感觉。看来时尚慢慢就是开放了。对，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实际上大家在做这种不同的衣服，实际上如果在设计师手里面，一块布它也可以做的。对对对。哇，现在到了这个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时候啊。对，没错。其实呢，很多在米兰时装周啊，或者在巴黎时装周上，很多在。专门做男装发布的时候，他也会有一些点缀一些女生的服装设计。对，像右边的这个女生的这个剪裁呢，也是像我们之前讲的，有点像那个希腊的风情那种，它开叉特别高。对。然后就是差不多就剪没了的感觉。对啊，就是很整个是展示女生的这个很美丽的这个大长腿哦，玉腿。刚才那个谁，那个阿德赶快说大啊，算了，不是说大腿，然后刚改了一个美腿。对，因为他走起来很漂亮，嗯，所以改成美腿了。实际上也是一样，因为看着你是采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去欣赏，对，这是叫艺术。对，等于了Versace呢，他一直在宣称他是继承他哥哥的这个风格，而且他确实也是这样做的。就是我们从今年2006年春夏范思哲男装里面也可以看得到，这个Versace 以前设计的影子，像范思哲标志的这种洛可可式那种风格的衬衫呢，啊，就是之前我们大家看到好几组花衬衫，嗯，然后还有这种淡黄色啊、粉色，还有蓝色，还有这种淡紫色，都是Giorgio Armani 经常sorry， 完了，就是下一集的，对，上一集的，都是范思哲经常用的这种色彩。对，其实我觉得他这个衬衫比较好看，不
像哈，我现在突然在我眼，就是把我的脑子里想起我以前就是小学的时候，有一个数学老师，他穿的都是白衬衫，然后叠起来的格，然后里边再穿上白背心儿。很有特点是吧？对，现在我想起来，你看他人家不穿白背心儿，直接这种透透的感觉，挺好的。对，其实我觉得像在国内有很多人还是维持以前那种习惯啊，把这些衬衫叠起来，然后里面穿个白背心儿。对，其实还是挺怪的。但是我都像我爸，有时候他穿，我偷偷把他的背心藏起来。其实呢，一般的时候呢，不管是怎么样，我觉得可能从中国人以前那个习惯慢慢走过来的。慢慢会好。年轻人可能就是不是这样来穿戴的，因为有的时候你这样穿的话，可能会破坏你整个一个服装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尤其是在你有很重要的客户啊，或者是你有很重要的会谈的时候，给别人留下的印象很重要。对，这样的话，那可能就整个一个感觉第一印象就不好了，那就可能不想再继续穿。不过也许可能几十年以后，人家就实心的里面穿上白背心，然后那个衬衫要给它叠成几格。对，那就看谁创造流行了，那是珊珊设计的最新时装。对，我们的数学老师创造的。好。对，那我们还接着刚才的话题来讲，那么实际上呢？正是因为范思哲的影响呢，正是因为范思哲的影响呢，所以他整个在2006的新一季的时装画布里边有很多迈阿密的这种风情，所以迈阿密就成为了今年的时装秀的一个主题。而且其实哈，我观察了几个图片，就是他们这个腰带，今年腰带我也是觉得就是比较白色啊，或者加上一些花纹啊，而且比较宽的，放在男人身上。对，没错，而且它今年的设计呢，主要是以白色为主。对，而且其实我跟你说，不光是这个范思哲了哈，就是在一些什么像 Guess 啊，其他的一些，他们大部分都是这种白色的，像你说大的宽的这种腰带，然后都有红色的啊、白色的这样，黑色的。对，没错。所以呢，所有的朋友，你要如果在今年夏天还没有白色的衣服呢，赶快试一件了，否则的话你就离这里时尚太远了。太远。好，我们接下来呢，就是给大家看一下，简要的介绍一下范思哲的品牌。它范思哲呢，整个一个设计风格比较鲜明，而且是那种美感极强的这种先锋艺术。然后快乐与性感。对，所以他设计的衣服呢，就永远是强调一个领口露胸啊，腰部以下。对，像女生设计衣服一般都要是开叉比较高。对，而且整个感觉比较飘逸，而且它整个在剪裁和材料选择方面呢，都是采用那种比较古典贵族的风格，比较豪华和那种奢丽，而且它又考虑到你穿着者的这种舒适性，还有这种整个能够在剪裁方面能够体现你的身材和体型啊，对，很好。那我们稍后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2006年春夏男装发布。哇，迫不期待吧？期待。你千万不要又说错了。好，让我们看一下看它的瘦，就是以白色、黑色为主的。2006年男装春夏Versace的发布呢是黑白两色，刚出场的时候模特儿总是黑白两色的。刚才这个 CD 现在也上是衣服。对，而像这种黑白配啊很有特点啊。今年的主题我觉得它有点像香奈儿的那种感觉哈，不过是用到男装上了。之前我们介绍的是女装。对，这件衣服挺特别的，是吧？我觉得你是比较喜欢。对啊，像它这种裤子啊，而且很感觉很亮，很青春的感觉。这一套西服也蛮阳光的感觉哈。对对，但是像那种浅色系啊，浅粉色啊，浅蓝色啊，都是范思哲经常喜欢用的颜色。而且像它的腰带，整个腰带呢都比较宽。不知道阿德你有没有发现哈，就是说其实在北美哈，没有那种穿短袖衬衫的人，发现还是很少。哎，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个我呢，因为我认识一些他们这边的一些人哈，他们就是说一般老年人四五十岁的时候他们才会穿这样，就算天很热的时候呢，他们也要
穿这种长袖，然后把它挽上来的感觉。哦，就是喜欢浪费步子。但是因为我刚刚看了几件，它有短袖的这种，就有点像 T 恤的感觉了，它没有那种真正短袖很正装的衬衫，是不是？对，很少。我觉得像这种短袖还是在中国穿的比较多一些，就很流行，对。也可能是中国比较，像他这种短袖，他是整个没有袖子了。对对 对, 对，很少有这种。哎，这一件比较好。嗯，阿德，你以前不是也有这么一个吗？对，我有一件，但是我很少穿。还是肌肉不够，是不是？不是，这个怕穿的合适，场合不合适。因为亚洲人嘛，还是跟中国人，还是跟那个他这个背景啊，文化背景还是有点关系的。嗯。那像这一组呢，我就特别喜欢，很阳光灿烂的。对。哎，这裤子特别好看。是吧？对。这是你的性格。对。刚才我们看转过去的那个挺好，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那一件那个什么。对。西服。对，西装那种浅紫色的哈。而且像他今年的春夏男装，他基本上都是以浅色调为主，还是以花色为主。这是我们刚才特别介绍的。怎么样？看了这些精彩的演绎，感觉还不错吧？嗯，是非常有感觉，但我又想起了这种热带的风情，然后想回去旅行了。对啊，没错。我们现在看这是，设计师范思哲的妹妹。哇哦，嗯，当然也是范思哲了。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范思哲他是整个是一个品牌，一个家族。然后它也是一个时尚的帝国。嗯。然后呢，有空呢可以经常去看一下，范思哲的新品发布，或者是看到我们的新品发布之后呢，你可以去看一下时装店里面，去看一下他最新季的成衣作品。对，看我们到底说的是不是对。嗯。对，没错。嗯。好，那我们今天是不是就到此结束了？对，今天的时尚新闻呢，我们就先告一段落了。嗯。稍后呢，如果大家有喜欢什么样的topic 呢，一定要记得告诉我们。对，我们好，我们两位呢会特别给您准备一个专辑的。对，我们的电话是416-2508-254。对，好了，我们的成长呢离不开你的支持，记得哦。嗯，好，那我们的时尚新闻之后呢，就是我们的社区消息了。是吧？我好期待哦。嗯，其实社区消息呢，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很每一年呢都有一个。在这个中心岛啊 ，Central Island 有一个很大的活动，是吧？我觉得因为今年我刚到，所以我还不知道哎。千万不要说出去啊！那我告诉你呢，就是说每年这个赛龙舟比赛，是吧？对，为什么像我们这些很多的华裔啊，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现在的这种那个 culture 已经呢传给了外国人，那他们呢也跟我们一起去赛龙舟，很多外国人参加。那我们现在看到呢，就是。那我们现在看的那一个呢，就是我们叫做点睛的仪式。什么叫点睛仪式呢？因为这个龙啊，它没有眼睛是不可以活的，你知道吗？哦、那所以说呢，我们画龙点睛。对，所以说你把眼睛点了以后呢，这个龙才能活起来。那我们现在看的照片呢，就是 eye dotting ceremony， 就是我们的6月24号、6月25号呢，在中心岛演出的这个赛龙舟比赛。我希望我当时呢也是会作为这个媒体去呢采访当场的情况，我希望阿德你也跟着我，是吧？好吧、嗯、那我们搭档当然要一起去看喽。对啊、嗯、那然后我们当然我们看到这一个照片上面的几位都是非常有名的。哎，阿德现在在做节目，你可不能在这吃东西、啊哎、这个太好吃了，我实在是不能不吃，我得先尝一尝。真的？你也来一块。好啊好啊。你现在吃的是什么？你知道吗？虾片。对，嗯，味道不错吧？嗯，你知道吗？加拿大的 Frito 类推出了最新的亚洲小食品。嗯、这个虾片啊，其实我们在中国很多，没想到这个外国也出了这种虾片哦。对啊，其实像在多伦多啊，因为它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城市。嗯。然后呢，一向致力于为消费者提供多元食品选择这种加拿大著名零食生产公司。叫什么你知道吗 ？Frito-Lay。哦 ，Frito-Lay。啊，对，它今年推出了两款食品，一个是洋葱圈，一个是虾片。嗯。哎，感觉不错哈。挺好吃的。对，其实呢，我觉得在这里面呢，我们想特别讲一下，
Crater Lake 多元文化市场推广经理呢，叫郑满华，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全新推出的这种洋葱圈和虾片呢，是 Frito Lay 最新的一个创意零食，它主要是为了迎合整个亚洲，亚洲裔的口味。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跟你说，现在啊，有中国人在这边真的不得了啊，是吧？整个就是很多的像这些超级市场，全都是中国的东西啊，中国的这个，中国的那个，包括你看没有，为了我们。虾片都开始做。对啊，我觉得是这样的，这个中国的美食啊是全面传遍全世界的，不管是属于是在哪个民族，他都很喜欢中国的食品。那么实际上为了争夺这个市场呢，对，不惜牺牲一切。当然了，也不是说这样说了，人家是推出了一个很适合亚洲口味的，就像麦当劳和肯德基进入中国以后，他也有改良，像中国的美食呢，到其他国家和城市呢，也会跟当地的口味有一些相应的调整和变化。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个变化和选择。好了，你要少吃一些这种膨化食品，但是在你吃的同时呢，我还要告诉你一个健康的舞蹈。是什么舞呢？就是脑保健舞。哦，你们想知道什么叫脑保健舞吗？就是在我们这个6月2号的时候哈，在三三 Finch Avenue 呢，我们有这么一个活动。太复杂了。对啊，你要记住我的名字，就是三三就好了。对，那我们现在图片上看到呢，这就是脑保健舞的这个，大家在做这个脑保健舞。所以说呢，如果大家想要关切这一天的时候呢，就记住6月2号在3333 Finch Avenue。对，大家有空去一起去看一下，关于怎么样做脑保健。其实呢，这个不仅仅是对老年人一个保健啊，其实平常的时候，因为像不经常运动的人啊，也需要经常做一下活动一下脑力劳动。对，要保持你的青春和健康呢，运动是必须的。那我们除了这个社区消息之后呢，我们还要看一个比较就是很 serious 的一个感觉，叫什么？对，给大家带来的是逆境的祝福。什么样叫做逆境祝福呢？他们专门还有这么一个导读，会告诉你，你不会读呢，他帮你读。对，其实呢，这个逆境的祝福呢，也是要带给你带到一个另外一种读书的境界哈。对对对，那让我们还是欣赏一下逆境祝福的导读会吧。好，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对，在这个没播之前呢，我们还要向大家说再见了，因为我们的节目导读之后呢，我们就要睡觉了。时间比较晚啊。嗯。但是不管在什么时候，我们都会在多伦多时间10点到晚上10点，每周三晚上10点到12点在这里守候你。我们是直播节目。对，无论您是在北京、上海、天津、台湾、香港、澳门，还是在多伦多，希望你永远关注我们的节目。好，那再次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到此结束。好，大家一起去看一下我们的导读会。好，拜拜。拜拜。那么我们第一位讲员是楚香烈牧师，他是 FM 的婚姻咨询中心的一个负责人，他对这方面有非常多的研究，之后他这几天特别的把很多的资料收集起来，等一下可以在他的这样的一个演讲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除了这本书以外还带出更多的方向出来。那我们今天来的时候，你们空空的来，可能还没吃早餐，但是等一下回去的时候会饱饱的回去，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杨坚博士，杨坚博士是在多伦多大学西南山医院里面的一个研究员，他对这方面有特别的研究，尤其心理生理方面，他帮助了非常多的人，所以说假如
部委回去以后，遇到你的亲朋好友有什么困难的话，到时候找他，他就会很圆满的跟你解决这样的。然后第三位回应讲的是福师母，福师母她本身有经过一段很长的一个痛苦期，那么等一下她自己会跟各位报告，那这个痛苦期她最后得一个答案是，她的痛苦是上帝给她带给人更多的祝福。哇，我做这在她的生命里面就更加的成熟，更加的美丽。所以说人经过痛苦其实是美丽的一个开始，好不好？这个时候我们就用热烈的掌声先欢迎第一位楚香烈牧师，好吧？牧师讲话之前哈，我先报告一下，这次聚会其实我们真的非常感谢世界日报，世界日报全力的这样来 support，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蓬莱文教基金会，就是我们大都会哈，全力的帮助我们，所有东西这些通通都是这个蓬莱文教基金会帮助我们的，好不好？我们也给蓬莱文教基金会一个热烈的掌声，好吧？现在把时间交给。我自己成立了一个这个就是家庭教育公司啊，特别是因为我们晓得从这个不管是从国内来，从台湾来，或者是这个你可以看到现代婚姻的问题是非常的厉害，那很多时候就是知道婚姻有问题，可是你没有地方去找一些答案，或者没有地方去能够有一些 input 进来能够帮助你改进，所以我就是成立了这个婚姻教育公司，希望能够帮助人能够做一些预防的功夫。因为在美国，婚姻与家庭治疗是差不多25到30年前开始的，所以时间还算蛮短的这样。那当然对华人来讲，就很多人根本没有听过这些东西在里面。那另外就是他们后来也是发现了，就是。当婚姻进入到最后危机的时候，再去找这个 counselor 去治疗的时候，那么很多时候他们已经没办法对话了，那么在最恨的时候要他们学习去爱去忍耐已经太迟了这样子啊。所以美国有个转向，就是说进行婚姻教育，提前进行教育，让他们知道怎么样去沟通，怎么去讲话，怎么去听对方，怎么去了解两个人是多么大的差异，男的女的根本就是不一样的人，那么之后呢，当困难来的时候，他们能够透过所学的东西能够帮助他们就减少逆境。各位晓得吗？对你来讲什么是你最大的逆境？婚姻会是一个最大的逆境吗？最大的困难，最大的痛苦，特别对女性，因为女性在婚姻中是受损的，同意吗？研究资料显示，这个结婚的男人比单身的男人命长命短，命长。结婚的女人比单身的女人，为什么？还有男人多了几年，从哪里来的？从女人身上来的，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的。OK， 当这些很多这种资料能够获得之后，先生们很多时候会发觉说，他应该好好爱他的太太，因为女人是付上了他生命的代价在维持一个家庭，好，等等的很多的。所以我希望能够透过这个，让更多人能够得到帮助。啊，这是我的大家庭。5个小孩子，我太太是，好，这是我的内人，啊，我们是5个孩子，很多人看到我们之后，我们就走在路上，走过去跟人家面对面擦身之后，那个人会有时候会回头看，然后不相信的说，然后问一句，都是你的，那我们有朋友就是在我们了解我们情况之后，他们通常会觉得一个都很难搞的，你弄5个怎么弄，对不对？那有的发觉跟我们谈话之后，他们大受鼓励，回去加油的也有。也有在航空，有一回我太太坐飞机，然后在飞机上面有一个那个航空小姐就把她拉到旁边说：“这都是你的吗？你结几次婚？”OK， 不稀奇，不稀奇哈。OK， 你为什么来到这里？是你有太多的逆境吗？不是，还是要做预防措施，先知道。啊，我想是对我来说，更多想了解中国教会的一些教育的一些方式。OK， 好的，好的，好的。还有没有人要分享一下？我们通常会不选逆境，我们通常一定是不选危机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只看到那个事情的表象，没有看到它有可能一个转换的机会啊。那另外，你所想的是什么？就像他讲的说，他希望能够了解在教会里面对逆境的一个看法。我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其他人有你有想到当你来的时候你想的是什么，或者是你希望得到什么？
希望能够得到祝福，希望得到在逆境里面知道怎么去面对，能够这个好像浴火凤凰，不是死在里面，而是说能够浴火重生哈。OK， 请问有哪几个人晓得 Barbara B. Angelis 他这个人或他的书，他写的都不知道，有哪些人是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好，我想大多数哈。OK， 好，这个人事实上在过去20几年在美国，还在很多地方，他是非常有名的，非常有名。那我要请大家看一段他的录影带，你会发觉非常非常非常让你这个受吸引的哈。他自有自己的电视节目，然后他也上 CBS、CNN、PBS， 就美国的教育的这个电台哈。然后呢，这个他有一套书，有一套录影带。这个就是待会我会放给大家看的。那他也上今日早安美国然后 Oprah 非常有名 talk show 里面这样哈。那他特别是能够在讲的时候，他非常有这种 inspiration， 非常让人能够得到那种启示性的这种教导，所以他受到非常大的欢迎。好，我们接下来开始放一段。If you're not that sex, 这最困难就是，如果你不是对方的话，你根本不了解对方想的是什么，因为性别不一样。To you now, I'm going to just first of all start out and prove to you that we are really different. We're so different, we do everything differently. 我们做任何事都不一样。All right, this is a little test. Now, ladies, help me out on this. 这是一个小的试验。How many times have you ever been driving in a car with a man you love? 有多少次你开车跟你男朋友？ You know what I'm going to say? You know he's lost.你们迷路了，你知道他迷路了。You know he has no idea where he's going. 你知道他根本是不知道去哪里。You're not getting there. You're all dressed up. 可能到那边了，就是都穿好了。You innocently turn to him. 然后你就微的 and say in a sweet voice, "Honey, what? Why don't you stop and ask for directions?" 甜心呢？你为什么不停下去问一下路 ？Simple request.And he looks at you as if you said, "Honey, why don't you chop off your arms and legs?" 你为什么不砍掉你的手和脚呢 ？And the kind of answers you get are things like this: "I know where I'm going." 然后这个男人说，我知道我要去哪里。Do you want to drive? 你要开车吗 ？And here's my favorite. 他最喜欢的是。It's here somewhere. 这个不在那里，一定在某个地方。I know it's here somewhere. 我知道就在这里，要不然就在别的地方。How many of you have ever been through this?你们有多少人碰到你们男人是这样的 see, a woman is thinking to herself, I don't understand. Okay. Because if I were lost, I would just stop at the first place. 这讲到说，如果是女人呢，迷路就停下来问。What goes on in a man's mind and a woman's mind? 但是男人就不会问，他不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years to their emotions. Okay. Okay. 它是非常有名的，讲的在这个时代里面，不仅在美国，在其他地方也是。它一年平均 travel 60到70次，在世界各地举行它这样的演讲。那它也是已经接触到几百万人哈，接近几百万人，给他们这些积极的关于爱还有幸福等等这些的。那他写了14本书，14本书很多是畅销书哈。这个是《纽约时报》畅销书，1991年的第一本，这是第二本，都畅销书。这第三本也是畅销书。这第一本、第二本，第一本是讲到说，你 how to make love all the time， 你怎么样能够让你的爱成为一生之久哈？第二本是讲到每一个女人应该知道的男人的秘密 ，OK。第三本是讲到说，你就是我要的那个吗？帮助择偶，但这里面其实包括他没写本书的时候，都是他生命里面发生一些事情之后所写下来的。因为我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去了解他这样的，很有意思。这本书是讲到说真实的时刻，是讲到这两个人的关系哈。这本书是讲到真实的一些规则 ，How to find the right man。for the right you 哈 ，for the real you， 就怎么样为真实的你找到一个适当的男人。然后这个是讲到，你经常问的爱、性还有关系里面的100件事、100个问题。这个是讲到这个信心，还有这个 passion 热情。再讲到 romantic， 就是 couple 的 romantic soul 的鸡汤了哈。这是达到罗曼史的101个方法。这个讲到每一个女人所需要知道的她生命的一些生命的事情，生命里的一些秘密。我想知道她是不是一个。我最后再跟你讲。OK， 其实这世界上所有的智慧、所有的这些技巧都是属于神的，那是基督徒看怎么去用这些东西。没有声音吗？还是？有哈 ，OK， 好，这个是他的一个海报广告，4月10号在 Florida 的哈，79块钱一个人。这是他的最后一本书，我怎么会走到这一步？你可以想象他为什么写这本书吗？有没有人能够，就书名你总要猜出一些东西，对不对？就是这本书，啊。有没有人要猜一下他为什么写这本书？他经历过，他不单经历，他经历过很多东西。我们往下面来看哈。OK， 他很特别的就是，虽然他有很多的，其实你会发现他后来会有很多的问题，可是他非常吸引的那个两人哈。好，我要跟大家分享他的内容大要还有拙见的看法，就讲说。困难逆境你总是会有的，忽然间可能是你的爱情、事业、工作、关系、家人、疾病、亲子，那么你不要想什么事情都是应该怎么样，这个意思是说我们计划了我们人生地图、我们的想法，但是我们应该有一个弹性，就是不是每一件事情会照着我所想的去发生，我们应该有一个心理，这是一个心理弹性。 OK， 好，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样。如果一个人在他讲话常常是这样的话，他的关系一定不好，一定是不好的。没有人应该照他的意思去过日子，哈，这是很重要的。那这里是讲到忽然间爱情、事业、工作，那其实这个两个人的关系是可以预测的，是可以有预测的哈。当然今天不是主要讲这个东西，就是讲说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应该去思想这些问题。我跟我妻子的关系，跟我孩子的关系，因为整个人生是一个不断波动的过程，而是这个婚姻有一个定律是说。婚姻关系啊，是在恋爱的是最高峰，那么当结婚以后，你就它的定律就是往下走。如果你不做一些东西，不做一些事情好事，在你的婚姻里面的话，那么你的婚姻就是一直往下。那是为什么婚姻是这个世界这么大的问题？
当婚姻有问题的时候，家庭当然就是有问题，亲子的关系会借着父母亲的关系能够显示出来。很多时候孩子的问题其实是反映父母亲他们关系的问题在这里面啊。好，我们再往下讲，说这个问题的本身呢，包含着力量，因为我们往往是看到问题的本身，可是没有看到它后面所带来可能改变的一些力量在里面啊。但是你需要借着勇气面对问题，掌握改变啊，将自己的恐惧从恐惧还有悲伤中释放出来，你能够改变你的爱情与生活，建立更喜悦、满足、更热情还有更有目标的新生活。这是他的书本里面写的，但是这个其实画的里面，如果你看完整本书之后，你会有另外的看法。我们看表面是非常积极、非常的好，没有错，他是有他的优点在这个里面，也是为什么到现在一直吸引那么多的人啊。那在这里面你要学习内省的功夫，你在安静里面去了解问题的所在啊。只有当你了解这个问题是什么的时候，你才有超越的力量，不然你就在问题中打转，就是你会不知道我要做什么，我怎么办。这个时候呢，或者说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其实当这个人是话语的奴隶，也就当你这样讲说我不知道的时候，你就不知道。可是假如说我想应该有个办法，应该要怎么样才能够改变的话，你就会找着一条路，你晓得吗？好，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哈。再下来就是认清事情的真相，也就是命名，也就究竟发生什么事，在哪里。他用旅行和地图做比喻是很有意思的。比如说我们要去旅行，我们可能要走500迈到什么地方去。那么在旅行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你不带地图吗？你经过个城市，可是你看过地图，可是不知道这个是在哪里。然后3个小时以后又经过另外一个城市，你听过这个看过这个，可是你不知道它到底有多远，你就会不晓得说你到底什么时候会到达那个地方。因此你需要有个地图，然后知道什么时候你在什么地方。那其实在人生的里面，在婚姻的关系的里面，家庭生活里面，我们也是应该有个人生地图，晓得说现在我们有朋友的孩子是大概2-3岁啊，像我的话是有21岁到4岁，我最小4岁，最大21岁。那我就想着说在他们生命的里面不同阶段会有什么发展。所以这个有专家就是建议说，如果有孩子的话，你如果是孩子是1岁的话，那么你要看2-3岁的书，父母亲要成长。如果孩子是4岁的话，你要看5-6岁的书，比他早一步到那个地方，你知道那个是什么回事，然后当孩子进步的时候，你就晓得怎么去帮忙他，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那他特别举出他初次来京的经历，就是有一天在海边，然后呢，后来就发现说，哎，这个裤上面有血滴，他很吃惊，然后他的母亲就跟他说，啊，你被螃蟹咬了一口，啊，他就觉得很奇怪，他知道没有咬，可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啊，这样，然后后来1个月以后，嘣，就这个初经来啊，就是月经来了这样。然后他在问他妈妈，他妈就告诉他，啊，那但在那1个月这是第一次的时候，他就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当妈妈在跟他讲说，啊，你是月经来了，你是这个长成一个大的女孩子了，你成为一个女人了，这样子，啊，他就觉得啊，哦，我是这样子，就是你那个人生地图就走到某个阶段，那么就知道怎么办这样子哈。那也是特别另外，比如说青春期，当这个一个孩子他可能会，你如果晓得。现在的孩子青春期已经降到从10岁开始，不是从12岁，特别是因为他们透过大众传播，他们提早吸收很多东西，电视、电脑这些，所以他们的心智成熟年龄已经提前了，因此他们差不多从10岁开始就是了。如果你觉得你这个10岁的孩子怎么跟以前8-9岁不一样、7-8岁不一样的，你要晓得他已经进入青春期，不是像你到13-14岁才进入青春期，还像我们那个时候这样啊。所以当你知道的话，你就晓得啊，哦，他现在在这个阶段他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你就知道。那这个就想着说命名，你要晓得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什么阶段。那你在借着这个命名呢，就想说你与他人有共通的经验。比如说你的孩子到2岁的时候，如果你都没有特别去看书注意这方面，你会发现说，哎，本来1岁半的时候都很听话呀，为什么进入2岁以后就开始很麻烦，什么事情都 no no no，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会使用一点点话，然后他会发觉这个话语是个力量，当他讲 no 的时候，妈妈就没有办法了。 OK， 啊，中国话有讲说2岁的孩子连狗都嫌，如果你没听过这个话，你就怎么样，你就不会得到安慰。
可是假如你听过说两岁的孩子连狗都行，都听了的话，是这样子，每一个孩子都这样子，你就怎么样，你就安心了。这就是那个命名的意思，你知道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吗？在婚姻协谈里面也是很多这样子，很多在婚姻有困难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女性们先去想办法，希望能够得到帮助。那么如果她到 counseling center 到协谈中心的时候，跟协谈谈的时候说我们家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很多的问题这些，那么协谈员往往会告诉她说不要担忧，你的情况是正常的，因为大多数的家庭都是这样的，或者说大多数男人是这样，或者说那么当你知道这些之后，你知道说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时候，这是一个普遍的状态，你就会怎么样，你就感到安心，因为你不是孤单的一个人，不是只有你一个，就是因为你不知道什么问题的时候，你才会发觉有恐慌在里面，但当你知道了你就不会了。然后呢，这个时候你要了解此时此地现实，面对现实，我在哪里，我应该做什么能够达到下一个阶段，这是很重要。因为如果你不晓得秘密，你不知道那个时候是什么状态的话，你就会停在那个地方，你不知道怎么办啊。那因此就是当有困难的时候要去求救是非常重要的。你不管是比如说有家庭婚姻的问题，你不管是说跟你比较有经验的大哥哥或者长者伯伯叔叔，你看他们的婚姻很好的话，如果你能够去问他们，你通常会得到一些这个输入的资讯，能够帮助你去调整，不能够停在那个地方，因为停在那个地方就不会改变在婚姻的婚姻教育的里面很重要的观点就是，如果你改变的话就会有一些改变。它是这样的，它是把家庭看成一个系统，那有的系统是运作得很好，好像润滑油很好，那么不会有嘎嘎嘎的响，但是如果运作不好会怎么样，还嘎嘎嘎响，那就是争执很多，吵架很多这些的。那怎么办呢？这时候假如你能够做一些改变的话，是好的，是良性的，也是能够抓到对方心的。那么当你做一些改变的时候，这个系统就会改变，好像齿轮这样转。如果你把它扭过来的话，以关系来讲，你有爱、关心、智慧的话，那么你改变，这个就会被你带动来改变，这个是可以做得到的。那即使在最不能改变的情况之下，你也能够因为改变你的心境而知道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应该怎么去相处。因此危机的本身它是一个转捩点，转捩点。这 crisis 在英文里面它出自希腊文的 krinos， 它的意思是分隔、决定与判定，它代表重要的过渡时期，还决是一个决定的时刻。那要发现这个意义与机会是个机会能够脱离现状。那因此就是说最重要的不是这个事情发生了，因为它已经发生你没有办法了，那怎么办呢？你要了解说在这个事情的后面有什么机会能够做造成改变呢，也就事情就发生了，怎么办？那中文也是讲危机就什么危险的机会，其实这样的所以危机是一个转机，但就看你能不能在那个时候你知道应该怎么去处理这样的。他也提到爱情的死去，死于不知如何补充它的源头，死于盲目、错误还有背叛在他的书本里面他提过几次，他遭好多人背叛，包括婚姻、工作、事业等等的这些。那在婚姻关系的里面，每一次的漠视对方、取笑会造成心理上的筑墙，也就是说当对方讲了一个什么东西我不能够接受，而对方不高兴，没有办法谈下去的时候，那么你会发觉说这个事情最好不要谈它，怎么办？你就会拿一块砖头来把它粘在这个地方，下次谈到这个时候我就谈 OK。 如果再下次又碰到另外问题还是这样又发生一些的时候怎么办？你就知道是那个人不能谈的，于是你就拿了一块砖头放在这个地方，然后把它粘起来，然后呢下回碰到这个你就不谈。那很多很多夫妻的关系这样，如果关系不好的话，你 communication 会有问题，性生活会有问题，孩子教育会有问题，金钱都是问题，都是问题。那因此这些都是很多砖块，所以当砖块越足越多的时候，两个人就没有办法沟通了。那个是到最后的时候可能彼此受够了就分手了。所以在婚姻的里面会发现说，当孩子长大之后，很多时候妻子们提出要分手。在日本现在有个叫熟年离婚，有人听过这个吗？熟年离婚的电视剧，它里面讲的说有一个公司的公司老板，他就是他时候到他退休了，然后呢
他就去买了环游世界的机票，要跟太太带他去环游世界。他当他跟太太讲了之后，太太说：“我要离婚，因为已经受够了。当然在日本的环境可能更厉害，因为他们大男人这样的话就更厉害这样。那因此很多夫妻关系不好，很多都是太太提出来的，因为男人在关系里比较没有那么aware到关系的问题，因为男人可以很控，过了就过了。”但是女性不行，女性需要处理对象。好，给各位一个建议，就是平常常人啊，平均只有15%-20%的精力是投资在婚姻的里面。意思说，你早上起床到上班之前，然后到回家之后，到上床之前，5-6个小时、7-8个小时，你做了有哪些的好事情，说了哪些好话，能够安慰的话、鼓励的话，再帮助两个人的关系能够往前走，而不是说等晚上吃饭的时候，哎，这个菜又炒这个菜。这个肉也不烧嫩一点，那我年纪大，这个也了不动，啊，这些都是负面的东西。如果只有这些东西的话，那是负面，是从爱情的银行把提款出来的哈。那有研究讲说，这个比例要5:1，婚姻才能够幸福。也就是要你讲5句好话，说错一句坏话没有关系；做5件好事，做错一件事情没有关系。有一天，我有时候帮我太太刷这个脚皮子，刷脚皮子，啊。有人在皱眉头，说怎么刷脚皮？耶，那是我表达我爱的一部分。有一次我刷了之后，后来第二天我们就狠狠吵了一架。后来我想，昨天我做了这个事情，所以你走开。是真的，是真的，因为幸福婚姻跟不幸福婚姻其实都会吵架，但里面有很多东西，今天也没办法讲哈。因为其中包括你要知道说，哎，什么时候是那个 turning point， 什么时候应该停下来，什么时候对方在放一些求救 ，stop here， 我爱你，可是我们这个事情没有办法，我们停在这个地方，这是要去学习抓到那个 cue 啊，那个讯号的这样。那因此，只要你投资的够，就不怕你取款，对嘛？对不对？你投资的够就不怕你取款，是真实的哈。好，那么当遇到危机的时候，我们会有悲伤在里面，那你开始会否认。然后会愤怒，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然后你可能会讨价还价，想说这个事情大概不是这样吧，应该是怎么样哈？然后你会忧郁沮丧，因为你没办法处理，啊，一直到最后你接受这个事实了 ，OK， 接受这个事实了，你就不再，啊，跟我讲我们都有共同的经验，所以你们会笑，真的就是你接受了，你就不会再敲你的脑袋，你会试图往前面走，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哈。这个在婚姻的里面，注意到只有30%的冲突能够得到解决，有69%的冲突是原则上是没有办法解决掉的，或者是因为没有办法好好的沟通，没有好的关系，所以没有办法解决啊。那因此呢，你如果要成长突破，你一定得面对痛苦。但是我们很容易安于现状啊，纵使不满足，你还是安于现状，也就是你懒得去面对那个事情。因为当你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你要花很多的精力在里面。我记得我在读书，在台湾读神学院的时候，我太太曾经跟我提过要离婚。我说我离什么婚？我在白天在学校上课，回到家读不完的书，你为什么跟我离婚？后来你知道是为什么原因吗？是因为当有人打电话来的时候，我会关心他，跟他谈半个小时，帮他解决问题 ，OK？ 因为那是我们要做传道人的一个使命感在里面。我在做一件事情，虽然我在安慰造就一个人，可是我在做一件事情。完毕之后，然后我太太跟我谈话，我是没感觉，可是她看在心里面，跟人家谈话。然后她要跟我谈话，我就说啊，你说吧，我一边谈一边听，你知道我还可以接受的这样子。他就不高兴了，那他很好，他没有放弃这个事情，他就是一再一再的，最后就发现说我应该来学一些这些东西，那一方面可以救自己，也可以去救别人啊。所以做妻子的我必须要提醒你们，就是特别在婚姻开始的时候，你不要放弃。如果你放弃去改变你的先生的话，那么以后就没有办法。特别在第一年有研究了，因为第一年的互动模式将是以后结婚50年里面的49年互动模式。所以他第一年如果不洗碗了，他以后49年他就不会洗碗。你知道一个习惯建立起来几天吗？28天左右。再使这个习惯变成一个自然的事情是多少？28天。就是这样的。所以如果你不要你还洗碗，一段时间之后，他就不会再洗了。OK， 很重要。
因此生活中其实很多地方我们需要去注意到，做了去经营，去采取手段去改变现状，这样子。那你要勇于跨出，不虚此生啊。那这是他写的，要像信神一样啊。这段是我写进去，像信神一样啊。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去有一种很坚强的信心，发现你心里面的神性。OK， 他如果你看这书了，你会发现他涉猎了很多的宗教，那最后发觉他可能更像一个叫做新纪元运动，就是 New Age Movement 的那种概念，也就是说你就是神，你就是神，要发现你里面的神性。OK。但虽然有一些东西对基督徒可能听起来不太就是不好，但是他所提供的一些还是能够帮助你在困难的里面你知道怎么去面对。他的宗教信仰是大一就开始练习打坐，接触东方宗教，印度教、瑜伽、佛教啊，崇敬东方有许多女手臂的女神，代表不同灵力还有能力。他相信为神秘的未卜先知哈，预言他将来要出类拔萃，一如其所言。那他拜访各种的灵性导师，然后他要告诉你发现你神性的本质，然后他也相信天使、女神、宇宙的转化原则，也包括大概能够接受人家跟他谈前世、今生的这些东西。然后他认为宇宙的力量是生命力，是在基督教的里面所谓圣灵，那么他是说是基督的意识状态哈。我读过两个神学院，可是我都还没读到这个东西，是华人说的气 ，OK， 是印度教的 Shakti， 精力、创造性。啊，创造的能力还性的能力，那如果你接上这个插头，就可以接触到无限的爱、能量、智慧还有创造力啊，这是他认为。那透过某种仪式，能够体会到自己的神性，在印度教里面某种仪式这样炼净自己。那他认为宇宙的源头就藏在我们的神圣本质内，我们与其原为一体，是此源头的不同展现。OK， 就是每一个人是这个源头不同展现。那当然跟基督教信仰所讲说神造人。人是按照他形象所造出完全不一样，这样子。所以，当然我相信我们都晓得说，你尽信书不如无书。但是如果你知道一个人如果不读书的话，怎么样？孔子说啊，三日以后就面目可憎了。所以你也不能没有书，但是一些书你去接取他需要的东西。可是我们需要一些批判的能力在里面。他个人的特色是他有绝对的自信。我必须成为人生变局的专家，鉴定与理解个人蜕变转化的相关机制，帮助他人经历深刻的变迁而不崩溃，这是他的使命感在这个里面。每当他接受访问谈到事业，如果对方问影响我事业最深的因素是哪个人或哪一件事的时候，他总是提出同一个答案，就是痛苦的经验，他让我成为一个蜕变专家啊，他也以此期许。那他自豪于能同时推动十项的计划，他自认是三头六臂的奇迹，他自言是明智企业的女性。但是我想你在看他书的时候，你也能够抓到一些东西，就是经验是良师，可是如果不能够汲取教训，一再重复相同挫败的话，你就会很惨。那是他为什么最后写出这本书，为什么我变成这样，帮助那些人，很多人说为什么我变成这样，这些人就会怎么样买这个书，你懂我意思吗？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确实也会为什么我会这样。OK， 人生的不顺、失望与梦想破灭后的醒悟，让他遍体鳞伤；失去所爱与他人的背叛，让我身心俱疲；哀伤与绝望，让我焦虑丧志。一次又一次，我被迫学习，驾着生命的小舟，穿越波涛汹涌的大海。也就是说，他面对任何不管任何的挫败，即使重复性的，他还是能够起来，想出他一套的东西，继续往前。然后呢？衡量自己与他人生命的重要性是在于自我满足与快乐与否。各位觉得这句话你听得怎么样？生命的重要性还是成就是在于自我满足还有快乐与否，所以造成后面我等一下再说。生命的目标是在于快乐、工作效率、突破自我不受限制、逆境求生、突破与重生哈。那他也是像你我一样的人，他有一次为了要买一个平底锅，他看到那个店里进去了，结果后来发现说：“哎呀，我没有带那个折价券。”他就说：“他自责该死，恨自己，心情跌到谷底。”所以也是像你一样的人，但我们不能只在谷底，我们必须要起来。OK？ 那他，我是在读了之后发现他有教导别人知识，却无力改变他自己的命运。
很重要的观念啊。那因此婚姻的逆境重复一再的发生，他结婚五次，其中的一次是跟那个 John Gary， 就是写男人是从你那个火星来，女人是从金星来，哎，两个调转了， OK， 其中一次是跟他结婚，因为他们读同一个学校， OK， 可能看到这你觉得很好笑，不过他有他成功的地方，我们应该抓到那个他的好优点，这样子。OK， 你需要怎么注意呢？就是你对他怎么看自己，你知道吗？在人类平常沟通的语言里面，70%是负面的。你可能做一个事情做错了，说啊我怎么那么笨？如果你常常有这样的，你的自我形象就很低，你的成就感就很低，你做事情就没有信心，就出问题。OK， 所以你需要适当的认识自己。要知道自己的有限，他是认识，可是呢，我是觉得不太知道自己的有限，某些地方，他承认他失败，可是某些地方，啊，那他现你需要注意他的现观的平衡，因为他涉猎或者赞同各种的宗教，那在宗教的里面，你说你都同意的话，那就像台湾的道教、中国人道教是什么都拜，但却没有一套可以实行的标准，所以他们土地公可以拜拜他啊，这个六合彩可以拜他。中了以后怎么样？请电子花车女郎跳脱衣舞给土地公看。哇，他是信神呢、啊，他这就是问题哈。那性、婚姻、价值观与活出自我的平衡，需要这个平衡，因为他错把自我的想法当作真理。如果你去看书本里面，他就这样写的：真理一直存在你心中，他就是你，你就是真理。你想你是真理吗？真理会不会犯错？就很简单的，对对对，就是我们去啊，其实也很好。我发觉说这个书啊，本来我有点担心，我说我做推荐这个书，你可是每本书都一定有它可取的地方。OK， 是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会发觉其实对你有帮助，因为你知道它的有限之后，你也会知道你有限。那么它是前后矛盾的，因为对他来讲没有真正的价值观。让我这样讲，因为他特别是体会在这里面讲到什么，就是说他举了好几个例子，就讲到有人要离婚，那么他问的第一个问题说，你在这婚姻里面快乐吗？不快乐的前提是他同意，他可以同意离婚的一个原则，没有想到责任、家庭、孩子等等等这些人不是只是自己快乐，真正的哈在这里。那你要去了解说为什么他是教导爱、人际、两性、夫妻关系、角色还有性关系的人在婚姻中会一再失败，那可能最主要是他不是读这个方面专门的 ，OK， 他的 PhD 是属于这种那个通讯的 correspondent。人不是活在理论和想法中，在本书中从未谈及他与任何一位先生孩子的好关系，也从来没有提出建造修复婚姻的积极方法。但是他这里面其实最重要的，他所谓的逆境是他的，其实就是一个受伤的一个女人。他所写他还要面对明天，那在婚姻里面很多女性是受伤的，所以那时候我想为什么书本会非常畅销的一个原因，这样的。他被背叛了许多次，但是有几位婚姻有问题人和他谈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提及正面建立维护婚姻的方法，或探讨在婚姻破裂上他应当负的责任。每一个人在婚姻里面都有一些责任， OK， 很多男人不做家事其实是什么，是妻子放纵的选择。我不要你洗碗，洗得到处都是。我太太以前也讲我，可是我知道我还是要洗，因为我知道那是我的家。所以我后来在大概两三年前，有一次我在洗碗的时候，我太太走过去，我就等，我在心里想着等着她说谢谢，知道吗？后来我没有说口，我通常会想就停一下。后来我想说，为什么我希望她说谢谢呢？后来我就想。这不是我的家吗？我洗我的碗，为什么我需要他跟我说谢谢 ？OK， 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去想一些，停下，你就能够成长在这里面哈。OK， 而是他同意并赞赏，感情不好就离婚，因为他自己是这样走出来，满足自我，引着自我的追寻，满足快乐掉，而这个部分是属于人的邪恶的一部分。好，然后太轻易认为离婚就可以解决问题，啊，时间关系我就不能再讲。常知道很认识别人的问题，可是当整个看之后，他有一些你会发现他不知道他的困难，这样子。啊，
那我也发觉他不再相信婚姻是一生一世的事情，他有几次是用伴侣 partner， 啊，这个 partner 在美国五大汽车公司或者那辉瑞大药厂，他们是你就是一个同住的伴侣，不是 spouse， 不是配偶，那么你可以有公司的福利在里面。美国已经很多大公司是这样做的。好，这里是讲的说，他自己有离婚的经验，那人家就问他说，那你有资格去跟人家谈建立关系吗？他的信就是这样的 absolutely， 绝对的。为什么？当人们挑战我说你自己结婚又离婚好多次了，然后你真的有资格来跟我谈吗？我告诉他们说啊，这是我最大的资格。我说他今天讲到了，我都觉得我没资格，因为我没有离婚。啊，这很有意思的，不需要离婚的，还不需要经过离婚的人也可以了解离婚的痛苦，对不对？当然不能够亲身经历，我承认这个地方我不及他哈。OK， 他讲说，如果我从我20岁的时候开始嫁给我的高中的水哈甜心，那都没有的话，那我就不晓得另外一半人的问题是什么，离婚的困难是什么哈，这样我就没有办法去怜悯他们。然后呢，我不会这种，我就没有办法去能够经历到他们有能力能够得到一